天外的天理图拥有神的力量，每一次的出现都必然引起纷争。骨骨粉碎，骨动脉破裂，全身多处烧伤，急救呼吸困难，准备出战。血氧77，呼吸困难，烧伤面积太大，组织结痂受缩，连接了颈部，没法再做心肺复苏，他肋骨全断了。阿紫，阿紫醒醒，你都睡了快两年了，这法子都不行，我老孙可真没辙了。要死还是活，自己选。我要活下去。别动，这个区域进行过加固，你别想跑。你们是谁？要干什么？你不能出来。身体好轻。可能这么大剂量，他应该已经倒下了。微微，总护士，我们在D001病房，开门。好嘞。哎，摁错了。这，喂，你在搞什么？他要跑了。我又摁错了。三个人，男性，有一个接近200斤，冲我来的。不对，我怎么听得到这些？去那边看看。没人，徐西旭，肯定没跑远。是。去那边看看。辣子出去了，
接下来就交给你了。哎呀，我这第一天上岗，这玩意儿它也没个说明书。哎呦，好像没有弄坏的。你说这……哎，孙德胜。哎呦，这不好头吗？这您怎么来了啊？你知不知道这叫叛变？手机小喘，跟我走。啊，好头，这不至于吧？我这不是第一天上岗，不熟悉吗？你捅了大娄子了，自己去跟高亮解释。老板，来碗面。一直没错，当年就不该手软，怪始终就是怪。邱主任，你还是一点没变。我知道。有群众，邱主任怎么办？不动就不要开枪，如果敢跑立刻击毙。邱主任，沈腊我要带走。杨潇，你个调查员，什么时候轮到你来命令邱主任了？我要带走谁，你们拦得住吗？放肆！给我拿下他们！哎。主任，看在吴主任的面子上，差不多收手吧。邱主任，我们的武器都失效了，怎么办？你们六师凭什么插手？邱主任，我知道你对沈腊有意见，但他现在是白发，吴主任在等他。让他们走。非得回去吗？我刚发现咱们这职场霸凌挺厉害的。上车，吴主任要带你去一个地方。哦，对了，邱主任，请帮我把面钱付了，领了薪水还你。多少钱？有话就说。哦，吴主任，局里是不是遇到什么事了？二师为什么抓我？你醒的时候地下三层遭了贼，天理图差点被偷，后来你到处乱跑，没当场击毙已经很客气了。天理图？为什么局里还没有销毁这东西啊？销毁？我都毁不掉的东西，他没有这个能耐。那吴主任，我们现在是要去哪儿？地下五层，下面还有第五层，高局的权限才四层。给你找了个师傅，想知道什么自己去问。师傅，往人算是我师兄，只不过本事废了，又饿了一百多年。吴主任的师兄，谁能废了他？我。跟上。哦。这段路我只带你走一次，记住了。踩着我的脚步走，走错一步，连我都救不了。走法记住了？好，记住了。
既然您和广人关系不太好，他要是不愿意教我怎么办？冯虚，拿着。要是连他都觉得你不配，你就真的不配。我是沈腊，见过广仁先生。你就是无冕说的那个人。过来，让我看看，你值不值得我教。近点儿，我又不会吃了你。我现在没那个力气。你刚成白发不久。我当时快不行了，是无主无冕救了我。无冕救你，他好心救过几百人，能活下来的没几个。你觉得他在乎你？我没想过那么多，只觉得活着就好，更何况还成为了白发人。你以为无冕把你变成了白头发，你就和我是一类人了？我在先生面前就像一个新兵面对一位将军，我猜不出将军会怎么看我，但我相信一位好的将军一定能挑选出优秀的士兵。小小年纪莫太轻狂。我是否有资格成为先生座下弟子，全凭先生判断。倘若先生垂爱，沈腊定不负传道授业之恩。话倒是说得漂亮，无冕怎么不自己教你？也许他觉得这方面不如先生您。来，打我一拳。打您？试试你的路数，好决定该教你些什么。用全力打，我就算本事废了，这副身体也不是你能坏得了的。得罪了。下次不要空着手，带些好吃的，带的东西越好，我教你的也就越好。是。是什么？是，师父。你还在用以前的发力方式，记住我教你的，慢下来，用心观想每一束肌肉的动态。好一点了，你体悟一下，记住刚才的感觉。以前你运用肌肉的发力方式，最好全忘掉。
如果我真忘了，岂不是连路都不会走了？要是你真能做到那个地步，就是千年一见的武学天才。但是我已经练了许久，却并没有感觉到种子有变化，是哪里做的不对吗？比起种子，你更应该关注自身的变化。白发人已经是普通人的极限，种子却能进一步提升，反过来你的成长也会滋养种子，是长成参天大树还是一棵小草，就看你自己了。不要以为种子能成为你的倚仗，就算是无冕在拥有种子的情况下，也被我追杀了1000多年。去找一个记录影像的法器，到里面最近的一个洞，把那只病蜂打趴下给我看。记录影像的法器？手机啊。最近的一个洞应该是这儿了吧。放好了，接下来吴主任，放我出去。打倒他，门自然就开，我再准你一周的假。做不到你就跟他一起过吧，我让杨潇给你送吃的。好硬啊。这家伙屁股上还长了个脑袋。记住我给你说的，忘掉以前的肌肉发力方式，感受自身的每一处肌肉。大圣，辣贼，嘿，我说兄弟，瞧你这身行头，卧薪尝胆去了。我说，最近你就跟住在地下五层似的，下边有好多好东西吧？啊，好东西不少，还会动呢，你不下去看看？啊，不了，我还想多活2年呢。哎，对了，辣子。趁着几天没事儿，咱去休个假呗，机票都订好了。你呀，吃面都要多拿2包蒜揣兜里，会请我出去玩？我那是勤俭节约，我传统美德，我对朋友我大方着呢。而且我还不只请了你一个。这多来点这个。
这来两份。嗯，啊，还有这个、都到静海了，就吃这个。鱼胶三明治只有静海才吃得到，错过等于白来，什么都不懂。老板，加一份刽子手，要白面包蛋黄酱，番茄压碎不要橄榄。那个白头发的付钱。哎，点您的。加一个和他一样的。好的，三位一起的话，这边开通会员可享一人免单哦。哦，啊，稍等，网络不太好。啊，欢迎光临。打劫？不是吧，这都能碰上打劫的？闭嘴！看什么看？不想活了？值钱东西通通交出来！别动，不许动那个箱子！你，后退！快点，我说后退，退，再退！都给我老实点来了，就麻烦了。浪子，快撤！哎，这事儿闹的，一个三明治也没吃着。不过还好，没摔坏我这大宝贝儿。箱子里是什么？刚才那人明显是冲着这箱子来的。你们是不是有事瞒着我？这瞒你什么呀？怎么会呀？这里头啊，也是夜明珠，有个叫马啸林的古董商人，最近在高价收极品夜明珠，我们搭上了线，据说他手上有天理兔碎片的消息。浪子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想起了一些事情，所以胖子，这就是你说的度假？呵，这可不就是度假吗？你看。这风景多美丽呀、啊！这，我们拍张合照吧。对，来、啊、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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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靠近点儿，走。哎，咱们认识这么久也没个合照，你说多寒碜呀、啊？是不是？来笑一个。哎，这角度不好，换一个啊。看这儿，看这儿。哎，这儿。嘿嘿，走，准备好了啊！一二，耶！按照计划，你是沈家少爷，我是你的跟班。跟班？白露呢？保镖。保镖。哎，对了，刚才那个人会不会是马啸林派来的？不知道。马啸林没理由做这样的事儿啊。但是那家伙身手敏捷，不是普通劫匪。哟，我们到了。是能穿出这视觉效果，这是陆威明宣清的内鬼吧？别胡说八道。您就是马老板的千金马依依吧？这位是咱家老板沈先生。贵客到来，有失远迎，沈先生。马小姐，幸会。沈先生，你比孙先生电话里说的还要特别。马老先生不在吗？爹地身体有些不适，生意都是我在打点，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，请随我来。哎呀，守着这么能干的一个女儿，老人家真有福气啊。目标没有出现，又有一波人进了马宅。少子，那
三个人不只是夜明珠卖家，我怀疑他们是民调局的。民调局？他们发现了目标怎么办？要不要我们先下手？不要轻举妄动。你手腕有伤，我自己来吧。不碍事。留神，留点神，这胡是明初红五青花吧？市价不菲呢。谢谢。这个价格，不知沈先生意下如何？嗯，孙先生真是风趣。孙先生一直很风趣，但从来不敢拿老板的生意开玩笑。这比黑市上的最高价还要高出十倍。黑市上要是有这种成色的，马老板也不会开着金口了。说好的三颗，还有两颗呢。交易谈妥了，自会送到府上。那我需要鉴定一下。马老板要的这么急，是马老板自己要啊，还是替朋友收的？看不出来，孙先生还对买家的私事感兴趣。哟，冒犯了，冒犯了，我就随口这么一说，您慢慢看。夜明珠我们要了。我可以出黑市两成的价格。这价钱有的是人抢着要，干嘛非给你们呀？孙先生这夜明珠来路不正吧？马小姐，您这是什么意思？二位误会了，就算来路不正，价格再加两成，这是我最大的诚意了。嗯，三倍。啊？什么？沈老板，你是诚心消遣我？并且我还有一个条件，交易之前我要见马啸林一面。沈先生，你的要求我要和爹地商量一下，失陪。请稍坐片刻。血腥味更浓了，马家有麻烦。一把小锁哪能关得住你孙爷爷呀？血腥味是从楼上来的，我去探探。一起。这东西不寻常，一起去我保护不了你们。担心我保护不了自己？你进民调局才多久就瞧不起人了？谁担心你了？我是担心胖子。我们听辣子的。哼，这不是刚才那个劫匪的枪吗？我改了一下子弹，听到枪响你就知道这里出问题了，赶紧去吧。血腥味，这
科伦印。痕迹到这里就消失了。楼下听到的声音应该是从这里传出来的。这是动物的毛发。全是动物的残骸，这和密室里的毛发一样啊。那个房间里也有奇怪的味道。是这些液体的味道。还有天理图的情报。沈先生，这里可不是您这种客人该来的地方。你不是我的对手。如果可以，我其实一点也不想招惹你，但是为了老爷和小姐，这把老骨头不要也罢。沈拉在哪儿？谁让你们出去的？把夜明珠交出来，我现在就要用。何必呢？马小姐做这等自降身份之事，就不怕脏了自己的手？我已经把货款打到你们账上了，我在自己家里拿自己的东西，名正言顺。我们可没同意交易。哼，啊？冷静点！要么把箱子给我，要么脑袋开花。马小姐，不要激动。对，既然货款已经到账，箱子里的东西给你就是。只不过，马小姐确定要的是这个东西。什么？你们别怪我不客气了。你也真是硬骨头，还来吗？拖住你，我的任务就已经完成了。
想活了，让开！小心！没事吧？狼人就是马啸林。你的对手是我。怎么那么亮？直说呗，夜明珠借给你们玩个十天八天的也不是不行。你说为这个差点把一屋子的人全搭进去，至于吗？啊！你们明明有夜明珠，为什么不早拿出来用？哎，除了他，你觉得谁能扛得住你爸爸最后那一下？马小姐，怎么了？你父亲的血液中测出一对被污染的染色体，这导致他的 DNA 遭到全面侵蚀，正在快速断裂。还好他新陈代谢是常人的三倍，否则他根本活不到现在。什么意思？他正在急速突变，很快就会全身脏器衰竭。局里有专业设备可以救他，但他可能撑不到跟我们回总部了。辣子，我看夜明珠在你手上效果比较好，你有没有办法？可是我只会战场急救啊！啊！也许不是夜明珠的关系。你们是爹地，
是沈公子救了你。马老板，我们有几句话想问你。目标已变回常人，他已经没用了，解决掉。危险！贝雷特 AS50， 他只有五发子弹。关灯。小孩把戏。你的伤。没事了。从几次射击的弹道来看，人应该藏在对面的山上。还有一发子弹，胖子，该你了。又是我。哎，得。哎，找到了，趁他换弹夹。白鹿，枪。挺安静的哈，白鹿，你不担心辣子吗？随时准备和我出去支援辣子。得了吧，白鹿妹妹，就我这体格子，从这儿翻下去就把命交代了。对方是高手，被他跑掉了，弹壳都没留下。小心为上。马先生，现在你只是暂时脱离危险。你还需要随我们回民调局接受下一步治疗，要根治就必须要找到基因污染的源头。沈公子，你们是民调局的，你们是来抓我的吗？你们民调局是专门抓捕怪物的，我爹爹是生病了，他不是怪物。不，你们误会了，我们是来保护你和马小姐的。今天这伙人不同寻常，不是马老板的家丁能应付的。我知道了，我跟你们走。爹地，我不能留在你身边了，沈先生他们一走，还有谁能保护你？沈公子，那我父亲他治好之后还能回家吗？如果这世上有治愈你父亲的方法，那么一定在民调局。放心，我们会送他回家。接下来会有人暗中保护你们，直到我们抓到袭击者。